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我哋嘅服装成个布景其实都系以中国风为主，有啲 step 其实亦都有一啲太极嘅元素喺入边，咁所以整件事都好光柔并重，成只舞咁样，所以其实个头都好简单，系想带出一个阴阳嘅一个概念，一黑一白咁样，咁冇谂过出到嚟效果都几好。通常我嘅发型都系单色为主，唔会有咁大变化，所以今次都有好大嘅突破。